走吧，再晚点我爸要担心了。好。哎，别跑啊！知道这儿什么地方吗？这是我爸投资的。想学吗？免费，外加专车接送。主审夫人，你完没完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放开！哎哎哎哎哎哎！今天晚上一块吃个饭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不要脸！哎！哎！放开！你们玩我这么久，就这么轻易走啊？我朱胜辉在外边还有脸混？你放开！我跟你说话，你听没听见？放开！我听没听见？今天晚上一块吃个晚饭，这么费劲吗？不能！站住！女孩子！不能！不能！不能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不能打！哎，再打出人命了，师傅，哎，不能再打了。你看，孩子们都突然看到了，不好，不能再打了，师傅，歇歇火，歇歇火啊！不能，不能再。你们等着，滚！你把他们都给我走。老张，